跟你说的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就好。姐，你走。爸，明天班上要交50块钱治疗费。好的，我走了，刚好是50，你爸就去。爸。啊？明天学校交100块钱的体检费。哦，这个体检费该交，这个检查身体。来，这刚好是100。爸。啊？你给200块钱给我妈，明天学校交补课费。好的，我现在给你了，我等会儿转微信给你哈。那你先走嘛。这段时间啥子情况？那天天都在问你。看来你这几天是比较听话哈，继续哈，不然的话后果你晓得。还有，你上次还聊烟，还有好抽，想办法再带点来，听没有？真的没得了，老子不管那么多，反正我看不到烟，到底是什么结果？就叫老子。听哪个？不管你是。爸。你咋来了呢？哼，你爸来了咋子嘛？我们是未成年人，是守法的保护的。你给我搞清楚，她是我的女的，就是我的命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哪个再敢欺负她，我不管你们两个是男是女，家庭有没有背景，我宁愿让110帮我带你走，也不会让120把你们拖你走。听到没有？听到。滚走。女儿，爸爸跟你说，以后在学校头遇到事情了，第一时间要告诉爸爸妈妈，只有爸爸妈妈才会豁出命来保护你。只有爸爸妈妈才会豁出命来保护你，听到没有？